却也枫木木皮 birdeyes maple board veneer 以其特殊的外观特征而闻名，具有白色基底和密集的鸟眼纹理。这种木皮在设计、装修和家具行业中具有独特的效果和影响。独特性，雀眼枫木木皮因其罕见的鸟眼纹理而非常独特，这些小而密集的眼睛状纹理在木皮表面形成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，使其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材料。视觉吸引力，鸟眼纹理赋予木皮鲜明的视觉吸引力，它在室内空间中的应用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并使整个空间更加引人注目。高级感，由于其罕见性和独特性，雀眼枫木木皮通常被视为高端和精致的选择，它可以提高家具和室内装饰项目的整体高级感。多功能性，这种木皮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风格的设计，从现代风格到古典风格，都能够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。个性化选择，雀眼枫木木皮通常可以染色，以满足不同设计需求，这使得设计师能够根据客户的个性化喜好来创建独特的室内空间。环保优势，这种木皮通常有可持续管理的森林来源，因此具有环保优势，有助于促进可持续设计和建设。总之，雀眼枫木木皮以其罕见鸟眼纹理和独特的外观特征，为设计师、家具制造商和装修项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设计元素，它在室内空间中创造出视觉上引人注目的效果，增加了高级感，并能够满足各种不同设计风格的需求。同时，它也具有环保优势，有助于促进可持续性设计和建设。